事情越来越严重了，我们一定要赶快找到怪物。空啊空啊，我们去昨天新闻提及的后山找过，还是没有找到怪物。城市里也没有，要不再去学校找找。来，嘿，你看我今天的点赞数量，真不错。是学校的方向。机械霸王龙，靠你了。找到了，点赞怪。机械霸王龙！呀，霸王龙！机械霸王龙！机械霸王龙，你没事吧？我的手机，你什么时候拿走的？不好了，甲龙！呀！手机摄像头，这就是他的弱点。哼，机械甲龙，去帮机械霸王龙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会拍这种照片？我竟然还放了这种东西，好丢脸啊！哎呀！